诸位法师、诸位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大家能够在澳洲金钟学院举办汉学先修班，真是非常难得。我们在这里举办汉学先修班，弘扬汉学，目的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年轻人要有这样的使命感，把儒、释、道传下来，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下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神圣的事业。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发大心，五千年传统文化，因为你们来承传，世界会变得更幸福更美好。发心要紧，现在社会乱了，世界普遍面临危机，图文霸希望能够建立当今全球第一个和谐示范者，就是要把好的榜样做出来，帮助化解危机。怎么做？只有一个方法，教学为先。危机的根源是教育不当，现在学校教授知识不教做人，人们把不善当作善事，把自私自利当作自己的权利，所以对峙的方法还是教育，用圣贤教育，把人民都教成好人，都变成圣贤君子。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圣人、贤人、君子都是学位的名称，圣人是最高的学位，贤人是第二个学位，君子是第三个学位，都不是普通。几千年来，中国都以圣贤君子为主导，所以才能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有了圣贤教育，人民才有真实利益，这是真实不虚。可是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在存亡急绝的边缘上，再不能认真认识传统文化，好好学习它，圣贤教育就从这里断绝了。传统文化如果失传，那是全世界人类重大的损失。最近这十年是关键，不容错过。真正深入汉学的老教授都已经七八十岁了，要趁现在承传他们的学问。如果错过了这十年，再想继承也来不及了。所以同学们要发大心，我来继承传统文化，我来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发这个大心就是发大菩提心，学做圣贤。中国古人读书志在圣贤，
我们今天在这里创造学习的环境，培养真正的读书人，集绝学，开太平，鼓励每一位同学志在圣贤，大圣大贤，只要有真诚心，发真心，学习传统文化，弘扬圣贤教育，好好深入经典，一生不改变，舍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坚持这样的宏愿大志，就能做出一番贡献。学习传统文化，学做圣贤，要知道它的目的，明白它的效果。我在26岁的时候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感到很惊讶，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老师嘱咐我学佛，要我从经教下手。我学佛是方老师带我入佛门，是为了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方老师正感他的书桌上一定会有佛经，我也学习老师从经典入手，深入经藏，依教奉行，学佛到现在66年了，我的生活确实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儒家的学习也是一样的，《论语》一开篇，孔子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习就是笃行。学了之后，要不断地在生活当中落实，就会产生欢喜心，不亦说乎？这是孔颜之乐啊，真正的快乐啊，不是地位高，不是财富多。你看孔子很快乐，颜回很快乐，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快乐的。我们认真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也能得到这种快乐。我们的智慧、德能、福报都比不上古人，但是我们真发现走这条路，不断的努力，锲而不舍，就有祖宗保佑、三宝加持，一定能成功。要有这个信心。爱的教育，中国古人将教育的使命交给父母来承担，国家只负责选拔人才。为什么？父母最爱小孩，最希望孩子成就的是父母。爱的教育是要爱来成就，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它的开端是从怀孕就开始扎根，这是胎教。母亲怀孕
就要遵守伦理道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让小孩思想端正，言语柔和，举止缓慢，稳稳当当。小孩生下来之后还是要这么做，表演给孩子看。小孩生下来虽然还不会说话，他睁开小眼睛，竖起小耳朵，就已经在学习了。父母就是老师，他们孝敬祖父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小孩在旁边全学会了，这是身教啊。这样学到三岁，一千天的扎根教育，一生都不会改变。母亲可以说是孩子的太保太傅，不但要做好榜样，还要好好保护他的清净心。三年不离怀抱啊，不能看的不让他看见，不能听的不能让他听到，不能接触的不让他接触到。小孩接受到的完全是正面的，这就是养正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是从这里扎的。三岁以后小孩上学了，家里有私塾，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融合在一起，父母和老师一起成就这个小孩。在私塾，老师同学都是他的榜样，老师守规矩，学生个个都守规矩。小孩在这样环境之下学习，德行就有了基础。小孩记忆力最好，三岁就开始识字，教他读书，读书读遍数，这是修定，修清净心，让他不会胡思乱想。遍数越多越好，一生都不会忘记。到了八九十岁，还能引经据典，随口念来，没有记错，这是熟透了。小孩长大，待人处事，起心动念，就会想到古圣先贤的教诲，不如理如法的，赶快就能修正，从念头上就端正过来。这个教育真正有效，它成就一个人的清净心，保持这个清净心的清净的爱心，一生都不会改变。中国人的教育不仅是父母老师成就的，还有大家庭的支持，普世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很多是在大家庭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就学到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上上下下总有300人左右，衰的也有一两百人，一个家兴旺几百年甚至绵延几千年，靠的就是教育。孩子在大家庭中长成，念念不能为自己，念念要为大家，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小孩从小就知道要奉献，懂得与别人和睦相处，家风家规家学是子孙世世代代都必须要遵守，这样的家业才能持久，家道才能
绵延千秋万代，成就一个家一个国，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古人能够持家，就能够治国。这个教育真正成就了圣贤君子，扎好根本。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没有像古人那样从小扎根，所以必须补课啊，学习传统文化。从哪里开始？就是孝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是从孝敬流出来的，这是源头，是承传圣贤教育的大根大本。如果不从孝敬上下功夫学习，就没有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在先修班学习，要扎孝敬的根。同学们来自各个地方，在这里看到年龄跟父母差不多的，就想起要对他们尽孝；看到年龄跟老师差不多的，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就用对待老师的礼来恭敬他。大家在一起生活，把传统文化大家庭的和谐做出来，这样学习真正的礼。要把孝敬找回来，古人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头，我们也要从这里开始。传统私塾的小学教材已经编辑成圣学根治根二十多种儒释道的基础教材，都在这一套书里头。我们把这个课补上，不但要补要背，还要求做到。在这个基础上再学儒释道的典籍，任何一门你都有成功的机会，能够成为圣贤教育的传人，把圣教传下去，传承学问。中国传统的学问完全是启发心性的圣贤教育，这个教育儒释道三家，实际就是一家，彼此互通。学佛从孝道开始，这就像地藏菩萨学习，然后再学文殊菩萨的智慧，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学习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带来了戒定慧三学，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古代圣者的成就都是从戒定慧中悟出来的，我们今天遵守这个原则也能够成就。圣贤的学问是在求智慧，不是求知识，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知识离不开思想，思想是第六意识，是妄想。智慧要用真心，真心从哪里来？真心从定来。所以学习传统文化方法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容易得定，得定就能开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
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一门深入。读书千遍是持戒，其义自见呢是开智慧。佛家有无戒摄善，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行，道理都是因戒生定，因定开慧。要把贪嗔痴慢烦恼打败，这个就是格物。果然能够这么做，智慧就生起来了，这就是智智，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具足的智慧能够透出来？因为障碍没有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正，心里没有障碍，没有忧喜，什么也没有，这是心正。意正心正，本性本具的智慧就开显了。读圣贤书，深入经教，就是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这些全部记录在《四库全书》里面。这是属于全世界人类的无价瑰宝。打开宝库的钥匙就是汉字文言文，这个工具永远不会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将来各个文明中的传世经典，希望永远保存下去的，都可以翻译成为文言文。所以沉传汉学，真正做学问就要打好 汉字文言文的基础。汉学要能学以致用，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群书之要，这部书就很重要。四库全书太大了，群书之要是唐太宗时代集结的治世宝典，文献精华精粹，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精华的精华，它的分量不多，现代人也有能力学习。真正把群书之要搞通了，搞明白了，讲清楚，讲透彻，身心言教，让世人看到几千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管用，让人们生起信心，都来学习，让几千年后的人们也能得到这个智慧的利益，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同学们，在先修班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学做人。怎么学？我提出内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五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放得下。外要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恭敬，节俭一切忍让。儒家讲的善良就是从忍让修起来的，一生没有一个我怨恨的人，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让，一切恭敬，一切感恩，从忍让提升到谦让，再提升到礼让，
今天特别需要提倡的老祖宗仁让谦让礼让的美德，放下争，放下竞争，放下斗争，放下战争，人类将有享不尽的福报。如果选择竞争、斗争、战争，人类将有受不完的苦难，全在一念之间。学习汉学的同学们，要真正做出好样子来，大家才肯相信。我们非常稀有难逢，生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殊胜的因缘，可以拯救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因缘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再有。我们今天能发这个心，功德无量无边。同学们，真心真正发心，坚持不懈，舍己为人，这一生真正幸福自在，真正有成就，还要成就他人。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受到这么美好的教育，学习普贤菩萨，推广普施教育，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和谐世界，太平盛世，就从这里开始，从我心开始。几千年来，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段盛世，这盛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想到这里，就会对古人讲的穷秀才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读书皆心相应，言谈举止都是好样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们都能守礼，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他们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是行教。人们看到了会感动，生惭愧心，愿意回头。大家佩服读书人，愿意向他们学习。好的社会风气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古人常说的文而化之啊。现在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要把行摆在第一，节摆在第二，一面行一面求节。先修班的同学要把传统文化做出来，自自然然就能给图文拔见识和谐示范成奠定扎实的基础。希望大家要发现，要真干，不要怕难。实在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一条大道是给全世界带来千年盛世的光明大道。我们真正走出来，成就自身的幸福美满快乐人生，大家看到了觉得羡慕，觉得向往，欢喜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成就更多的圣贤君子。圣贤君子多了，这个世界自然就是大同盛世。祝福汉学先修班顺利进展，功德圆满，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光寿无量，谢谢大家。